swing， 香港人网咁讲最好听。或打23990812通宵营业。本月22日至6月4日有变靓工程，楼上招成营业，到时会有更多特别优惠，详情可向店员查询。西贡 White Black Cafe 选用具意式风味的 Pascucci 专业咖啡豆，冲调出品味独一无二的 Flat White 招牌咖啡。芳香馥郁的 Rose Latte 等，被誉为全西贡最有水准的咖啡，配上自家制蛋糕，欧绿色露天田园茶座，随时都享受到仿如置身外国咖啡店的悠闲时光。更设有私人派对 Party Room， 宽敞而且私隐度高，约埋成班朋友或者带埋宠物嚟开 Party 叹咖啡都一样咁啱。White Black Cafe， 西贡普通道62号地下，订座电话3113-6088。电影《奇》带你发掘生死奥秘，人生无常，生死有命，死亡只是可怕，定是有更多权益？鬼王潘少聪带领一众演员走遍香港、印尼、日本，亲身感受灵异的震撼。挑战权威，凌驾科学，揭示疑凶真相，进入无人地带。5月31日，奇。香港瑜伽协会主办 Yoga Gala， 香港国际瑜伽比赛大会，由主席 Master Dixon 联同7位国际级大师主持表演研习班同比赛。5月26至27号在九龙湾会展，全日有得睇，有得玩，仲有嘢送。每张门券可换取价值高达1300元的福袋，快啲嚟 Yoga Gala Share and Dare 啦！报名查询 www.yoga-gala.com。香港人网7岁啦，你都想同人网讲声生日快乐？快啲报名参加6月16号喺旺角帝皇庭宴会厅举行嘅香港人网大型生日晚会，我哋为你准备咗丰富嘅美食佳肴、充满惊喜嘅表演节目同埋压轴大抽奖，务求令你同一众人网主持、嘉宾欢度难忘嘅生日派对。报名详情请留意香港人网讨论区。哇 ，Jacqueline 真系好劲啊！我唔试过都唔知，原来真系得嘅喎。Jacqueline 梗系点啦？信我啊 ，Jacqueline 超点啊！你讲边个啊？你连 Jacqueline 都唔识，梗系都暗疮啦！有 Jacqueline 冇暗疮。系咪电话公司啊？请问 Jacqueline 电话几多号啊？任何类型嘅暗疮都可以治愈嘅，身体质素改善，暗疮自然就终极啦。我揾 Jacqueline 帮手，佢两个月帮我搞掂晒啲暗疮，一冇晒暗疮，开心翻晒。有 Jacqueline 破暗疮。香港人网咁讲至好听，我是张智霖。林宇阳、万必、星舌医生、刘墉，仲有袁黎明同近文之，同你一起打造网上最大档。好，9:33。唔怕好搞笑，呢啲绿色嘅变咗蓝色嘅，呢个我哋嘅底色啊。俾個破地獄嘅色嚟，哦，得啦得啦，我要調翻嘅。好啦，即係今日6月2号，網上最大檔嘅節目時間係 live 嘅。嗯 ，Erica 第幾多集啊？第幾多集就冇數啦。你平時有講第幾集㗎？你今日冇講咯。嗯，咁啊 ，Erica 咧就抱怨有關我咩事？哦，係你戴咗戴咗罩，要解釋翻點解戴罩㗎嘛？所以同埋如果 zoom 埋去就發覺佢係素顏㗎咯。哦，唔紧要，素颜唔紧要吓。我拍 YouTube 都系素颜嘅，主要系因为我咧就传染咗啲病俾 Erica， 因为我哋成日拍拖更咧，朝早去出街站啦，咁，我就已经系。黐線嘅，你咳到啦，咳咗成兩個禮拜都唔戴口罩。冇，我係上個星期日開始咧先至發病嘅，因為星期日咧由朝到晚咧個時間表排到冚曬咧，之後就捱唔住啦，咁啊有病啦。都係真係辛苦你兩個噶啦。
唔係，即係神操。咪好彩係而家 KO 咯，如果唔係八月 KO 啊，大鑊啦，係咪啊？仲有好多你哋未必睇到，即係街站就可能係兩間啦。咁中間仲有啲訪問啊，係啊，開會啊，係一個拍紅色咁樣嘅 schedule 嚟㗎啦。係啊，係啊。啊，有人話我唔啱啊，我而家好翻七八成㗎啦。咁 Erica 就我都應該過埋聽日就好㗎啦，我估。過埋聽日就好。今日係第90集嚇，妄想最大黨咁啊。首先咧，講下呢個貪爭先啦，好嘛？好啊。呢個曾蔭權真係，我記得我哋二月嘅時候咧，已經拉大隊上去政府總部，即係一知道佢貪著海陸空嘅時候咧，已經上去政府總部嗰度即係示威啊！我記得我講過，我都印過單張啦，就係一個無能嘅特首咧，我哋都仲可以忍多你幾個月，即係等你坐喺度白鬥人工唔做嘢，其實可能你唔做嘢咧，對香港咧嘅發展係更好嘅。你做嘢咧就多做多錯，引起民憤。但係一個無恥嘅特首咧，我覺得係一日都唔能夠俾多佢嘅。但係好可惜咧，就我哋立法會嘅各位尊貴嘅議員啦，包括係民主派嘅議員咧，開頭嘅時候咧，對於彈劾曾蔭權咧係非常之保留，嚇唔知咩原因。劉翁都有陣時咬牙切齒咁講過嗰幾部曲㗎啦，係即係當我哋話彈劾，當謝偉俊提出呢、這個彈劾嘅動議嘅時候，各個黨派咧都係唔支持，除咗人民力量同埋社民連。嚇、啊！後來我唔記得梁耀忠有冇支持過，我唔記得啦。總之咧，嗰啲口頭上話支持嘅，咁、啊、但係你真係未到要簽紙嗰下，咁就唔知啦。啲主流嘅即係所謂嘅民主派啦。公民黨、民主黨咧，工黨都係冇即時支持嘅。咁、去到後來咧，佢哋亦提出過幾樣嘢，我記得係咪啊？不信任動議，即叫咗阿曾蔭權嚟答話啦。冇錯，答完話當然係 PMP 啦。唔係，三民大會好多嘅，好多部嘅。首先要你佢嚟解話咁樣，就話解咗話咧，即唔可以未審先判。係啦，要佢嚟解咗話先。嗰次咪喊第一次啊？係，當然係啦，唯一一次啫嘛。其實佢哋解話係一次啫嘛。咁嗰時就係啱啱謝偉俊咧喺嗰個禮拜嘅被前段咧，就即係提出呢個彈劾動議。咁我哋嗰陣時就話支持啦，即係鬱敏同大家都已經講明係支持啦。但係我哋話好，你哋禮拜四會有一個答問大會啊嘛，要質詢啊嘛。咁我哋等埋你嘅質詢，質完詢之後咧，如果你滿意，原來其實係有其他咩內情嘅，咁當然 OK 啦。如果你唔滿意嘅，咁你咪支持彈劾動議。嗰陣時我哋開出嚟嗰個盤口係咁樣嘅，好啦，咁呢個第一次，完咗嗰個之後，咁啊，梗係喊曬啦，亦都冇人理啦，扮喊其實唔係喊曬，扮喊啦。好，咁跟住就我哋話好啦，咁你咪支持咯，係咪？因為你哋出嚟又鬧曬噶嘛，唔滿意，密七咁樣噶嘛。咁佢唯一嘅做法就係曾蔭權就係叫呢個揾咗李國能成立咗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去研究點樣可以改善。即係未來嘅特首點樣可以規管得個好啲咧？係啦，咁跟住好啦，咁跟住泛民咧又吞喎，跟住就話哦咁唔得，咁我哋咧就要開一個 PMP，引用立法會嘅權力及特權法咧，去即係傳召佢嚟，即係問話咁樣。但係最後當然係個 BNP 係唔會成立到啦，因為你係要分組點票先就可以開到噶嘛，係梁振英嗰次先咁奇怪可以開到嘅啫。開到都虎頭蛇尾都已經冇曬任何殺傷力啦，亦都冇傳媒會 cover。唔係，係你嗰班人根本即係講緊梁振英呢單啦，都係虎頭蛇尾，嚟到又唔識問，問下仲唔離開會添，即係嗰啲民主派都唔離開喎，書面問喎。咁使鬼 PMP 咩？你咪寫封信佢答你封信咪係咯。係啦，好啦，咁啊 PMP 開唔到咯，咁仲有一招叫做不信任動議，係冇約束力嘅。但係咧，同呢個 PMP 一樣，都係因為係議員提案，都係要分組點票嘅咁樣。我記得陳淑莊提出㗎嘛。冇錯啦，好啦，咁跟住就試過有一晚啦。如果大家揾翻啲 archive 啦，我哋網上最大黨咧，我都幾激動嘅，因為就喺呢個不信任動議嗰度咧，吳凱兒就出咗篇文，就話咧，因為你彈劾咧什麼什麼好嚴重，咁咧係一個憲制嘅問題咁樣咧。嗰陣時我又討論過好多彈劾咧，裏邊都有好多啲規矩咧係未釐清，所以咧我哋就要用不信任動議咁樣，即使係過唔到咁樣。咁當然 Dooley 就係過唔到啦。OK， 咁突然就變咗就彈劾啦。而呢個彈劾咧最衰嘅咧就係其實咧，即係佢哋其實係完全係每一步都錯嘅。你話佢又等埋今次。
審計署出埋報告，李國能獨立調查委員會出個報告出嚟，哦，超級憤怒，咁你去彈劾啦，咁我都叫做你嘅劇本，都起碼寫完整啲啊。佢又唔係，佢咧不信任，仲依家過唔到咧，就彈劾咯。好啦，咁而家好啦，咁啊彈劾又未排到隊啦，係嘛？咁跟住而家出咗個報告又癲一輪，咁又點咧？而其實呢個報告裏面所講嘅嘢，當然揭露咗更多細節啦。但係其實同三個月前我哋理解整體嘅事情係冇分別嘅喎。點解唔係一開始三月一號就已經係彈劾咧？咁樣，咁呢個就係佢哋成件事行每一步捉棋係連續錯五六步咁樣嘅。咁而家就已經係蝕咗雙車雙馬㗎啦。即係我都覺得劉翁講得好啱，就係當其時已經係證據確鑿，曾蔭權嗰啲貪污嗰啲貪屎咧係罄竹難書，已經係足夠咧，係提出彈劾嘅啦。而家多咗嗰啲咧，只不過係旁支嚟嘅啫。嗰個人嘅性格係咁嘅，我都話由佢做即係財政司司長嗰陣時已經開始咧係貪嘅啦，即係細緻杯碟啊、飲宴啊、禮物啊、大家帶嚟嗰啲嘢啊咁樣，即係官場又好，即係政界又好，個個都知道呢啲嘢嘅啦。而家咧，而家拎出啲數字，因為審計署啦，加埋李國能啦，即係個 report 啦，就好似又一波咧。呢、這個民憤啦，咁而家就好嘢喎，自由黨可能轉睇支持彈劾喎，因為為咗直選咧，呢、這個真係葉劉啊，你知唔知第一個出去拉 banner 係廉潔奉公啊，四個大字嘅啫，佢個 banner 喺而家喺我喺北角見到，係 啊，你話幾快咧？即係。咁要排幾耐隊先可以排到彈劾佢嗰個？唔知喎、啊，真係呢、這個真係唔會特別俾佢優先打尖咯，唔會因為6月30號呢一屆政府完結就會俾佢打尖咯，因為真係曾鈺成今日都講咗啦，一定會跟翻嗰啲次序排上去咯，即係譬如你仲有嗰啲六四動議啊，仲有啲政府嘅議案動議，咁即係因為拉布嘅關係，所以褪遲咗啦。咁就算你而家有一個動議係一好似啦嚇。罩耳聽落要6月30號前完成嘅，但係都唔會發生，未必講呢次發生。而曾蔭權其實佢自己咧都知道自己做咗啲咩嘢㗎啦，係知道咁即係佢唔肯收翻呢個替補機制方案，其中一個原因咧，有人就話咁咧，總之你拉布競爭法，你再拉布都唔緊要㗎啫。咁咧對佢嗰個彈劾咧就唔會產生任何嘅作用㗎啦。咁今日咧，我聽到阿林鄭月娥即係商台個訪問咧，亦都係有啲憤怒。佢就係話咧，叫大家。是包容曾蔭權，犯罪就是犯罪，犯法就是犯法，貪污就是貪污，因為你就佢不是貪污那些不叫貪污，為什麼要包容他？同埋你叫無權者去包容一個有權者，其實真的很過分的一個講法嚟。咁仲有咧，就是話如果佢個潛台詞就係話咧，要做到無縫交接啊，無縫交接即係有個特首，好似講鋪地板，要即係上現任特首要交嗰啲嗰碌棒去俾個下任特首。如果啱啱剩翻幾日，你拉咗佢去坐監咧，就冇人出嚟交嗰碌棒啦，咁樣咁就唔一個小問題嚟嘅啫。呢個唔係問題嚟嘅，係佢作出嚟嘅。即係如果嗰人係有罪嘅，佢殺咗人，佢犯咗法。法律程序就是要進行，不如咁講啦。Technically 佢又真係冇犯法嘅，因為你冇一條法例或者一條條例講到明，即係特首要遵守某一啲嘅，係管唔到佢。係啦，咁啊，但係李國能嗰個説法就講得好清楚啦，就係其實你喺公務員應用上面嗰啲條例，其實特首都應該同樣被約束嘅。但係呢個真係唔係法律，咁 Technically 佢冇犯法。我同林鄭講嘅就係，如果佢而家嘅即係做錯嘅事，係需要引咎辭職嘅，唔係話因為要無縫交接就俾佢做埋呢個6月啦咁樣。是不可以有這個道理。不是，我覺得林鄭月娥如果你是覺得她是沒有犯法的，你就出來說她沒有犯法說話。是的。沒有問題啊，現在你應該完全用譚志源那個 line 就是說沒有問題啊，那些是將來的東西，現在曾蔭權沒有問題。應該是這樣。還有包容。你現在咬她不入。你用得包容。你用得包容就是說她錯。你要無縫交接，其實是可以踢她走，不過因為要無縫交接，所以你要原諒她。是的。其實她要包容她。是這樣。是的，不要鬧她住，由她。那梁福元走來跟她說，你包容我啦。咁你點答佢咧？係咁李國能嗰個報告其中有一點咧，我覺得都係一個進步嚟嘅，就係咧未來下一任嘅特首咧，佢係有一個委員會咧係睇住佢收受呢一啲利益嘅。而嗰個委員會咧，嗰個主席咧係要立法會主席同埋首席大法官咧一齊
去任係啦，我殺埋一個三人小組，三人小組，但三人小組都係由應該係咁嘅，個主席就係由立法會主席同埋終審庭大法官係一齊委任，然後個主席再揾兩個人成為一個三人小組嘅，係啦。咁呢個係相當之新穎嘅講法，嗯、但係即係李國能咧，呢、這個即係其實又好令人夠理解嘅。其實即係如果任何人任何即係接受西方呢啲咁樣嘅即係。訓練啦，即三權分立訓練好重嘅人咧，其實你唯一可以諗到一個制衡特首嘅方法咧，就係咁做啦。其實，咁但係咧，如果製造一個咁樣嘅獨立委員會出嚟咧，就真係好近喎。但係呢一個係李國能嘅良好意願，能唔能夠真係落實到去執行咧？我都仲有一個好大嘅問號喎、啊。唔係啊，梁振英話會即係、就是、會聽呢啲報告嘅意見。但其實如果呢一個咁樣嚟約束到特首嘅話，好多嘢都可以約束到特首嘅。嗱，嚴格嚟講，其實咧就好多嘢都可以約束特首嘅。其實而家、你而家有傳媒都得㗎，立法會亦都得㗎咁樣。咁但係佢要成立一個獨立委員會，就直情我去批去審批你嘅 expenses 啊嘛。即係以後你住大呢間房啊，或者你收啲咩？其實如果開一個 P&P 係可以揾翻啲債人嚟審特首嘅。我當然亦都可以啦。所以其實佢係可以話即係唔需要你之後揭穿出嚟，發覺你有問題先要鬧你，而係直情係呢個委員。我就已經係擋住咗你嗰啲離譜嘅 expenses 嘅 claim 啦，咁樣咁而但係即係講真，如果一個委員會嗰、那個主席係由終審庭大法官同埋立法會主席一齊去委任嘅話咧，咁都幾犀利。咁但係呢個咧就會嗱一向香港話三權分立啦，但係都係行政主導啊嘛。冇錯，有必要嘅時候咧，行政權咧係你大家見到啦嚇，事實上亦都係會。駕馭呢、這個即係凌駕呢個立法會同埋即係法庭當然啦、而大陸一路倡議嗰套咧叫做三權合作啊嘛，為咗施政暢順咧，其實立法會同埋法院咧應該同即係行政長官合作啊，令到嗰啲法案啊嗰啲措施可以落實執行啊嘛。咁呢個三權制衡、兩權制衡個行政權咧，係一個好有創意，即係香港或者中國人嘅社會嚟講咧，係一個好創意嘅即係提案嚟嘅、哦。咁能唔能夠真正即係？落實咧，我係一個好大嘅問號嘅。不過嗱，老實講翻轉頭，就梁振英咧，我就覺得聰明過曾蔭權嘅，佢貪嗰種咧就唔會係增色。真係啦，小便宜咯，小便宜，即係你貪嘅方法係好多嘅、多到係冇人知道都得嘅、而唔係個個都知，個個都睇到，審計處又會睇到啊！即係曾蔭權係明知人哋睇到，不過你話覺得你奈我唔何啊？你個冇條例俾我，佢搲爛塊面啊！係啊，咁你然後利益都仲可以啊，你好似董建華咁都仲有好多啦。我翻翻去做呢、這個即係東方海外嘅主席咁樣，唔知咩啦，大股東咁樣，股價升咗唔知幾多倍嘅喎。咁樣咁呢啲又點計咧？咁但呢啲係好難計嘅，呢、這個我哋都要承認。但係曾蔭權嗰種真係係好弱嘅，即係你俾一架起澳門咧上嚟，你歐文龍喂你貪錢你都億億聲啊，大佬你而家你貪錢乜嘢先？住呢個 Washington Mandarin Oriental 20,000-100,000咁樣咯。即係大家都覺得曾蔭權真係嗰種小貪嚟嘅，即係我話你咁樣講嘅時候，你一 assume 佢冇貪嗰啲一億啊，咁所以其實我哋好悲哀咯，我哋個特首係咁冇大志，係啊，即係其實係反映咗成件事嘅，即係如果你貪污都貪得大志啲，你做嘢起上嚟咧，其實件事都宏觀啲啊嘛，即係你影響社會格調啊。咁但係而家曾蔭權呢一波咧，究竟會唔會即係領嘢攋嘢咧？今日報紙好多，譬如話啊，新華社都重點報導呢單新聞喎、即是話咧係唔會特別撐佢嘅喎，唔會特別撐啊，咁啊彈劾咯。你唔會，我諗其實係都留翻個安全系線俾自己。我覺得大陸就係唔使叫佢做嗰啲咩副政協即係政協副主席。呢個實冇啦，冇㗎啦，冇就一定冇啦。樣衰成，你去英國做阿 Sir 啦。唔係，我哋就如果要叫阿英女王褫奪佢呢個爵士嘅銜頭嘛。可能呢下對佢嚟講，咁但係你又要判到佢有罪先得喎。如果冇嘅，人哋無啦啦唔會嘅喎。其實又要咁，即係冇話明星受損啊。咁你自己噏啫嘛，你又冇連彈劾都冇咁。佢而家有咩啫？咁啊係喎，同埋英女王而家慶祝上任60周年，大些咁。咁但所以立法會，我覺得都要堅持呢、這個，即係雖然個會期唔知排唔排得到啊。我覺得要堅持。如果排唔到咁點咧？你當然要堅持彈劾啦，即係你最多都係冇咗嗰個辯論嘅空間啫。咁但係即係至少歷史上都啟動過呢一個彈劾機制，即係一個歷史意義嚟噶嘛。嗱，最落力。派傳單、示威、簽名運動就係人民力量，係從來都係啊！我哋咧簽咗好多嘅名咧，記得係彈劾呢個曾蔭權。不過後來咧就俾呢個
梁振英同埋唐英年嗰單新聞呢、就接住咗，咁啲市民呢開始又即係冇咁大興趣去討論彈劾曾蔭權呢件事啦。即係我哋諗緊而家即係派嗰啲單張呢，係咪要攞返二三月時候嗰個彈劾曾蔭權嘅單張出嚟派？其實我覺得 OK 㗎。唔係，我哋要睇下啲文字有冇過時。其實可以 update 嘅，即係但係我哋嗰啲傳單係我即刻印俾你都仲得喎。係啊，當然係啦、啊啊。因為其實到而家都係仍然係成立嘅，其實我哋當時講嗰啲嘢係只有多冇有多冇少。蘋果嗰啲好可惡啦，即係佢而家講貪爭嗰啲咧，涉嗰啲人即係市民示威抗議嗰啲，全部都係白鴿黨嘅。係啊，因為白鴿黨又我唔知嗰啲係佢新行定係以前行。揸住隻船啊，嗰啲咧，嗰啲以前嘅，系咯，系啦，佢但系佢哋少做过几嘢嘅啫嘛，嗯嗯，咪就系嗰啲加埋唔够八个嗰啲咯，系，所以你话即系传媒有时嘅报道系咪即系咁公正，梗系唔系啦，但系咁人民力量使唔使继续喺弹劾贪争呢度再做多啲嘢咧？哦，咁唔系，咁而家嗱，人民力量冇十，自己本身冇十五席啦。如果人民力量有十五席立法会，而我哋梗系唔需要靠人啦，系咪先？所以即系都系好需要。咁但系而家泛民已经系签咗啦，其实呢个弹劾议案，咁啊只系争提出去嘅啫。咁只不而家我哋需要嘅系要提出，其实已经成功提出咗呢个弹劾议案啦。排紧期啦，上会一上之后、再讲一次啦。根据基本法。行政長官首先要決定佢自己辭唔辭職，咁佢一定唔辭職啦，睇佢死款係咪？亦都走啦，唔辭職，咁跟住就要要求呢個喺提出議案，係成立由終審庭大法官主理嘅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去調查呢件事，佢有冇犯規？嗯 ，OK， 如果有嘅話，再經三分二嘅議員就係彈劾通過，咁所以。我個人認為只要過到個彈劾議案嘅話，而佢又唔辭職咁樣嘅話咧，都夠噶啦，其實，都 OK。但係而家尷尬嘅地方就係、曾蔭權咧，只係剩翻一個幾個禮拜都冇。頭先、我哋講嗰陣程序六月少添啊，仲要係係啊，少一日。頭先我哋所講嗰陣程序，可唔可能喺呢三個禮拜裏面發生呢？如果冇記錯，好似有一個議案係排到上嘅呢個彈劾嘅，其實，係啦，咁但係彈劾之後係啟動嘅喎，係啊，啟動但係啟動就夠啦，啟動佢一定唔辭職㗎，啟動隨時都可以啟動嘅喎，唔係十五個人先可以啟動，係咯，即係佢唔使按嗰個會議程序，然後啟動就係你辭唔辭職，你唔辭職跟住咪通過議案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咯，咁但係當然通過唔到啦，因為分組點票嘛，係咪？咁就停咗喺。有立法會議員彈劾曾蔭權而佢唔辭職，呢個位啦，應該就會停咗喺度。但係其實咁都已經係好足夠噶啦，即係你直情係可以想像一個外國嘅頭條就係呢個 Hong Kong Chief Executive Impeached 咁樣噶，直情係已經可以幫佢寫埋噶啦。其實好冇係啊，咁樣咁呢個都呢度好大機會。如果以一個政治嘅計算咧，即係曾蔭權又唔會諗住，譬如我話不如我休假三個月三個禮拜。其實佢休假喎，佢都冇做嘢嗰啲，冇關係噶啦。即係而家個重點就在於佢肯唔肯喺剩低嗰個月辭職啫。咁啊，冇可能肯啦，一定唔會咁樣做啦。都係玩到大細啫。咁但係即係作為一個即係政治嘅一個課堂嚟計數，即係你係曾蔭權，你會點樣處理咧？即係繼續認衰。我係曾蔭權就唔會冇噶啦，而家貪得咁醜冇噶啦。係啊，因為消失咯，都冇乜嘢要佢做。係因為其實講緊佢六月嘅時候咧，即係好似隔多兩個禮拜，佢都仲要上去立法會嗰度做多一次答問答。係最後啊嘛，係最後一次啊。咁其實。即係其實呢件事係好 sad 嘅，就係佢臨尾一次係結束佢嗰個任期。係㗎，理論上你係攞嚟被彈劾，記得禮節上可能會有一個致謝動議嘅。咁但係就當然唔使有啦，你仔諗啊呢個係，因為過唔到分組點票啦，亦都係咁樣。咁所以都我覺得香港人好悲涼嘅呢件事，即係最後嗰、那個即係總結佢幾年任期七年任期裏面，即係唔係講緊香港嘅事務，係講緊個人操守。咁即係最後嗰個 focus 係去喺呢度咯。不過追殺曾蔭權呢件呢、這個追殺啦，呢、這個意義在於咧，就唔單止係要曾蔭權撲街唔家產嘅，係唔好講咁多粗口啊！你呢個唔算㗎，相對上比較粗俗，比較粗俗一啲。蘋果都冚家查啦，戒神啦，係戒神，但冚家查可能查到佢屋企人都有份，係即係一啲。咁呢個真係查下先啦，我查照查啊，而且佢屋企人冇任何免責啊，任何嘢，所以要繼續查，唔該嚇廉署，請你繼續。即係爆笑眉可能變咗第二個吳淑珍咁啊！係啊，係咪真係有機會？即係呢啲咁樣嘅蘇格禮券可能真係有㗎。係啊，真係有衛生巾單啊，咁樣夾喺裏邊都唔定㗎，
你真係點知道啊？不過佢 cheap 啫，佢老婆未必係咁 cheap 嘅，睇個勢。哦，好難，好難講。好難講啦！你債臭味相投，你先可以結到婚啫嘛。同埋咧，一定要接納到呢個老公呢個貪嘅性格咯。即係你攞啲禮物嚟，攞啲帶啲咩最新相機型號嚟，咁啊放低又人唔攞走啊！即係呢啲你係做唔出噶嘛？如果唔係有心去做呢啲嘢啊，就係話睇完就拎翻走啦咁樣咧。係啊，即係好多呢啲古仔，所以都係即係白姐姐嗰陣成日唱佢咧，同嗰、那個。即系于师傅，同阿于师傅即系曾荫权嗰个御厨咧，以前嘅御厨啊，好多古仔咧，我觉得全部而家大家都信嘅，即系嗰阵时话咩，你财政司年代连搬官邸都攞碟啊，呢啲即系冇证冇据嘅，大家口噏讲嘅啫。但系如果你问我信唔信，我就选择信咯。喂，而家会信啊？而我觉得落 order 嗰、那个，即系最后点解要搬碟嗰个就系曾太咯。但系曾荫权嗰啲伙计都好似好维护佢咁样，哦，当然，即系包晒上身嗰啲酒店，就系话佢唔知嘅，系呢个特首办嘅安排出错。有佢行咗出嚟講已經認咗咯，即係佢知道。咪就係咯，你喊咩啫？如果唔係咯，係啊，你話我應該死撐噶嘛，幫我叉事啊咁。咁你老闆要你即係講包，佢就話佢冇要佢啊嘛，就你班友即係自己擦鞋擦。拆到馬屁股啫嘛，佢係咁講啫嘛。咁但係有乜可能啫？你即係同埋，如果咁，你想喊咩啫？喊咩傳出嚟？咁大架跑步機擺喺你個官邸嗰度，你唔知係啊？實在太多好過分啫！我哋仲未講嗰啲搭私人飛機同埋遊艇喎，嗰啲就唔係特首辦幫你安排嘅喎。而根據呢個李國能嘅報告，呢啲係絕對唔得嘅喎。同埋即係你喺嗰、那個其實即係你搭當然係一件事啦，但係你搭嘅時候，其實你係喺心理上你係接受咗人哋嘅一啲恩惠，你譬如應承咗有啲人哋啲乜嘢嘢，即係人哋可能問你一條問題，即係你喺一個咁 relax 嘅環境底下，你有意無意講咗啲機密出嚟，即係就算係冇心啦，或者俾啲提示人哋，其實都唔知嘅喎。即係而家去到澳門嘅時候，羅潔成同埋大樓都俾人告啦，係即係佢都唔知同澳門有冇咩千絲萬縷關係㗎。你知阿曾太㗎啦，即係外界係澳門嚇。我頭先想講翻就係對於曾蔭權，頭先你話講完兩句粗口，冇講落去嗰個 point 就係呢個追殺到底咧，其實亦都係一個示範作用嚟嘅，俾未來嘅特首咧。是一個即係警惕，即係曾蔭權係衰到貼地㗎。而家咁樣係，你梁振英會唔會想好似曾蔭權咁樣咧？啊，你不過我成日都覺得梁振英如果就算貪咧，係唔會呢個層次。係啊，你醒啲㗎嘛，真係。唔會喺呢個層次嗰度，即係魚你要用，即係佢唔會咁。佢網仔可以網到。你知唔知街上邊咧就會俾人嗌貪曾貪曾？你知唔知梁振英係嗰種咧？即係毛主席要發幅相去補爛衫咧，嗰啲人嚟㗎嘛？你見唔見佢嗰個皮夾咧？用咗廿幾年，哇！我真係覺得點會成個即係咁嘅大老細成套西裝拎一個甩曬皮？拎我咁拎你都唔俾我拎，我咁樣拎你都唔俾我拎啦，係咪？如果我積極考慮參選，發曬毛甩曬俾話好襟用嘅皮夾咧，但係梁振英就係呢啲人啦，即係佢會可能你見到佢兩個鞋底係穿㗎，或者補鞋㗎，咁啊拎佢扎腳啱啦。但係呢啲多餘咧，你講真咧，你執住嗰間屋成個億啊，你啲揾人信啦，即係人啲知你做 show 啦，連周美青啊，即係台灣總統夫。人啦嚇，嗰陣時啊，馬英九做咗總統，佢跟住之後搭公車，即係搭巴士翻工啊，都俾人鬧啦。講真，而其實老實講，馬英唔得喎，但馬英問題，梗係啦，你就要幾個隨員陪你搭公車，咁咪成件事太過做 show 啦嘛。咁但係馬英九都唔係咩大富大貴嘅人嚟㗎嘛。但係你梁振英，你嗰間屋過億㗎喎，你而家山頂嗰間，你交代下啦，你嗰啲用嗰啲爛嘢係咩意思？唔係你問翻呢個問題，我都係唔識答。點解香港班官員同埋特首嘅人工可以 set 到咁高，比外國國家？有原因嘅呢、這個有，因為佢哋嘅退休嘅條款係比外國嗰啲 hard 好多嘅，即係可能佢哋係幾多年好似係唔准做嗰啲公職嗰啲嘅，寫得清楚啲。即係外國佢哋其實好多係選擇自己唔做，即係外國嘅政治佢哋嘅閱讀能力係高啲咧，佢哋閱讀政治嘅時局係多啲，即係譬如佢知道自己曾經係政府嘅高官咧。咁我哋退休嘅時候，自己都好識避嫌，去避走一某啲嘢唔做，某啲嘢唔做，某啲嘢唔做咁樣。咁但係當然佢做咗某少少嘢，即係譬如佢可能去
美國一啲 senator 咁樣，佢哋可能退咗休之後去美國哈佛大學講一個 talk 都可能收好多錢。係係，克林頓嗰啲啊。係啦，即係有權。但係我哋而家發覺事實上就係香港嘅高官個冷學期係好短嘅喎。嗯。張文哥話嗰條唔係呢個唔係河嚟嘅，渠坑渠嚟嘅，條河即係好短嘅。但係幾好啊！睇呢半年裏邊即係發生啲貪爭事件又好啊，拉布事件啊，咁其實就睇到一樣嘢咯，即係必須要讚下我哋自己啦，就係即係人民力量閱讀政治時局嗰個能力係最強的。嗯，但係我哋好似先知咯，好似走快咗一步喎。係啊，永遠係快。睇到我哋快咗一步啦，跟住就話我哋好激進啊。咁樣好，休息翻嚟再講。哇 ，Jackie 林真的好劲啊！我唔试过都唔知道，原来真系得嘅喎。Jackie 梗系点啦？信我啊 ，Jackie 林超点啊！你讲边个啊？你连 Jackie 都唔识，梗系都暗疮啦！有 Jackie 林，冇暗疮。系咪电话公司啊？请问 Jackie 电话几多号啊？任何类型嘅暗疮都可以治愈嘅，身体质素改善，暗疮自然就终极啦。我揾 Jackie 帮手，佢两个月帮我解掉晒啲暗疮，一冇晒暗疮，一生翻晒，有 Jackie 冇暗疮。你老板娘可唔可以帮手周转一下？你而家冇粮出咩？一年365日打风落雨，我都翻咗工，就系唔够钱去英国参加我个仔嘅毕业典礼。谢菲利多德，呢个数你每个月还唔还得起啊？情与义，借书金，安顺私人贷款，借得足还得易 ，fit 晒你预算，点都帮你度掂佢，即打211-2999。喂呀，你做咩唔望我啊？哇，小姐，你成面暗疮同黑头，唔系唔望，系唔敢望啊！吓，我已经试咗好多方法，但系都冇用喎。不如你星期一或者星期三晚收听明星潮语馆同食得精彩时段嘅 Jacqueline 护肤教室，皮肤及暗疮治疗专家 Jacqueline 会讲解不同嘅皮肤问题，教大家养生美容、健康身体、改善皮肤嘅方法。到时点指望你，仲锡晒你添。健康身体改善皮肤的 Jacqueline 护肤教室，由 Jacqueline Beauty 送上，想终极暗疮快打3188-4002预约免费皮肤咨询。爱明你好啊，我想你不需要将我的名字读出了，因为我只是一个很渺小的人，没人会识我。从小到大我都很喜欢听一些惨情歌，正正因为我的经历，每次都会越听越痛。我好想知道为什么世界上会存在爱情这一样东西，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人生其实是一出戏定是一场游戏，我们究竟是戏子定是玩具？学入性绝无意义，它不会扭转分开的心意。逢星期一晚12:30至1:30，是爱音乐夜，爱明。到底得几分伤心几分痴，旧事从梦里也不再有意思。电影奇带你发掘生死奥秘，人生无常，生死有命，死亡只是可怕，定是有更多权益？鬼王潘少聪带领一众演员走遍香港、印尼、日本，亲身感受灵异的震撼，挑战权威，凌驾科学，揭示异空真相，进入无人地带。5月31日，奇。最近我在美化射箭教室上完射箭训练班，现在才知道怎样为之射箭，跟一般的射箭同乐日不同的，那里是由香港射箭总会认可的注册一级教练 Wayman Lee 负责教导，他不止风趣还很用心教的。咦，那么啱晒我了，那地点在哪儿？在港铁荔枝角站 A 出口，想知道多些详情可以打25151161或者 www.bermond.com.hk 看看啦。林宇阳、万必、星舌医生、刘墉，还有袁黎明和近文之，同你一起打造网上最大档。10:03，继续网上最大档。咁头先嗰个话题咧，仲有啲嘢补充嘅，就系当年咧，系2007定2008，我唔记得啦。咁啊，立法会咧曾经系唔可以咧提出过呢、這个将个防止贿赂条例嘅范围咧系扩大到管埋特首嘅。嗯、但系你大家翻查翻个记录咧，当然系唔成功啦，就是、因为嗰班保皇党。